一切有情无情都发起无上菩提心，就等于说把菩提心当作我们的心跳，把菩提心当作我们的呼吸，所以把所有地方当作我们的道场，所有的众生当作我们的父母，所以要让所有的众生父母跟我们一样发起无上菩提心，让所有的众生都可以往生净土世界，将来成佛，让世界都转化为清净国土。收看慈悲心法语。在个人德行的修习法方面，佛陀的教法是无与伦比的。一个人必须忠诚，不欺骗，不唠叨，不多嘴，不搬弄是非，不轻视他人，不积极谋求增加利益。凡不能促使人迈向割舍、放弃、镇定、极静、高深知识、觉悟或证入涅槃的教义，你可肯定它不是佛法戒律，不是佛陀的教诲。人们之所以痛苦，就是因为他们看不到事物无常、无我的本性。他们把无常当作有常，把无我当作有我。
人如果只是希望得到幸福，这很容易达到。然而，有些人总是希望比他人幸福，这就是困难所在。宽容要求的是内心的自我锻炼，明白自己虽然可以采取其他批评或攻击性的做法，但却故意不那么做，这和被迫采取容忍态度不同。别将烦恼带回家，并不是非要向家人隐瞒我们的困境。而是要求在告诉他们时，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姿态让家人知道，虽然遭遇困难，但有足够的勇气去克服。这样就传递给家人一种积极的资讯，而不是消极的恐慌或烦恼。
人心最大的弱点就是自大与懒惰，不必羡慕别人的生活，但问自己是否有在耕耘。世间无常，要有一个安定的生活，然后才能安心的人，恐怕永远陷于不安之中。能够调整自心，随遇而安，才是真正的安心之道。没有条件和限制的爱心，所产生的福德才是无量无边。这就是佛经上所说的无缘大慈与同体大悲。我们经常认为自己是唯一受苦的人，而是对方为压迫自己的